你用心的耶。所以师徒十二，还有呢，进食十二。那这边继续挖，挖呀挖呀挖，哇，这些才是真正的挖呀挖呀挖吧。那重点是，你们最好是先主保上，最好先升主保上面的。嗯，怎么讲，有点首都的感觉啊。那我这游戏我也很难讲哎，那如果我很想打标题就好，打日期就好，太难讲。不过我觉得可能可以先，哇，怎么讲啊？我觉得可能可以，就是你就是我们讲。讲算了，这是钻石吗？妹的，这边连道具都不能进去看耶，为什么？钻石不能看？算了，那其实这样就可以下线了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们要出去那个，就是。这边按照顺序，我怎么知道我叶子要放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自动布阵啊，因为七号堡垒它有自动布阵，我不知道这游戏可不可以。你先帮我出征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去研究一下吧。去内部组。我怎么觉得军队是哪一的？番薯啊！8.5K。